主料红薯一块，辅料油，冰糖一小块，白芝麻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原料图：红薯去皮切小丁，锅中倒油，放入薯丁，发动的煎至金黄，煎好后盛出，锅中加少许水，冰糖融化，冰糖化完全，放入薯丁，摆动至薯丁都裹上糖浆，蒸出撒点白芝麻，开吃。烹饪技巧：我选的冰糖是那种较大块的，不是市面上袋装的小方糖，因为那种小方糖甜度不是很高，熬糖色的时候一定要耐心，待冰糖融化后先活转成小火，不然会有苦味。如果亲们家的锅是那种不粘锅，就可以选择先放冰糖，待冰糖全部融化后再加入水也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